以上画面都是用这个契卡60毫米 f2.8 二代搭配索尼七七拍摄的全画幅的画面，大家觉得这效果如何呢？使用一段时间后，我对这颗镜头的评价是在千元以内你能买到画质最好的全画幅微距镜头，胆肥一点的说，没有之一。相较一代，最大的升级点就是微距状态下全画幅没有暗角，这就意味着索尼 A7R 系列、尼康 Z9、佳能 R5 等高像素相机可以充分发挥全画幅高像素的优势。毕竟在微距摄影里，更大的像素以及更多的总像素总能呈现出更好的效果。从 MTF 图中可以看出来，每个倍率下几乎都是顶着条直线，说明了这个契卡60毫米 f2.8 的理论画质很强。从实拍图中可以看出来，光圈 f11 的状态下，无论是什么倍率，画质都非常的顶，中心和边缘的锐度都非常的棒，尤其是在2:1的放大倍率下，画质达到最佳状态。至于2:1的放大倍率是一种怎样的画面，以 iPhone 14 Pro 的摄像头为例子，普通镜头下的摄像头是这般大小的，1:1的放大倍率下是这样子的，2:1的放大倍率下连镜头里的细节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至于摄像控制，得益契卡60毫米 f2.8 采用了两片超低摄像的 ED 镜片，在我拍摄的所有的照片里，摄像控制非常的优秀，几乎不可见。至于炫光表现，在微距状态下，镜头离拍摄物体很近，很难有炫光的产生场景，影响并不是很大。看完整个画质表现，1到5分，你能给它几分呢？我把一些照片的原落都放在二维码里，包括各光圈档位下不同放大倍率的原片，想要看的朋友就扫码获取吧。其实作为一名数码区的 UP 主，是非常需要一支微距镜头的，在对焦距离 0.5 到1米的范围内可以拍摄产品的近景照片，从 1:1.2 的放大倍率开始可以拍摄产品的细节画面。现在的数码产品越来越讲究细节设计，以华为 Mate 50 Pro 的巴黎试订设计为例，于大嘴在发布会上描述的非常有质感。巴黎试订是一种微纹理，用于高端腕表奢侈品的细节中，但实际上手后，如果想要拍摄出这个画面的细小设计的话，对焦距离差一点的镜头是做不到的。但契卡60毫米 f2.8 在2:1的放大倍率下，最近对焦距离5厘米，轻松呈现出于大嘴口中的巴黎试订的细节纹路。又比如说是屏幕的排列方式，我在做这期华为 Mate Pad Pro 11的视频里是这样子说的：先说明我没有条件拿专业仪器来进行测试，把色准、色域、屏幕排列方式、声音的频响曲线客观地呈现出来。因为当时并没有这颗契卡60毫米 f2.8 的微距镜头，对拍摄屏幕的排列方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现在可以轻松地拍到。那大家猜一猜，这屏幕的排列方式是华为的 Mate 50 Pro 还是 iPhone 14 Pro 呢？其他升级点，契卡60毫米 f2.8 二代除了升级成全画幅外，最小光圈由 f16 升级成 f22。 毕竟在微距摄影里， f8 都是小光圈，虽然在 f22 的光圈下画质会有所下降，但秉持着有没有是一回事，用不用是我的事的原则，有 f22 的光圈就是好。外观就没什么好说的，与一代相比就没什么区别，全金属的镜身，分量感十足。采用内内变焦的设计，一方面不像外变焦的微距镜头会伸出一段镜组，本来对焦距离就很近了，外变焦就会意味着受到场景的限制。另一方面，内变焦相比外变焦的镜头相比更不容易进灰，有得必有舍。内变焦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的增加，让这颗60毫米 f2.8 成为契卡镜头群里面最健身的镜头，重量达到600多克。我是觉得这点重量对微距摄影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毕竟想要拍出好看的微距摄影作品，三脚架是必须的。如果你在放大倍率达到1:1的状态下还能手持拍摄出清晰的微距照片的话，我敬你是一条汉子，反正我没有三脚架是做不到的。对焦环和光圈环的手感是不同的，对焦环会偏紧一点，毕竟微距的对焦就需要非常精准的调整，太松的手感反而不利于对焦，而光圈环的手感以14毫米 f2.8 保持一致，这点好评。从07年开始接触摄影，我的题材主要是风光、街拍、人像，对于微距摄影一窍不通，也get不到微距的乐趣所在。
但当我使用了这颗契卡60毫米 f2.8 之后，终于体会到了微距摄影的辛苦和乐趣。就比如说是这张蜜蜂的照片，为了能把不停在采花的蜜蜂给拍清楚，我硬是在花丛中蹲了一个多小时，被蚊子咬了一腿子包之后才拍到几张清晰锐利的画面，那种满足感真的非常的爽。在学习微距摄影的这段时间里，我总结了一套非常适合新手入门的微距的方法和配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本期视频点点赞，超过1000我就把视频给干出来。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在全画幅下1米到无限远的状态下，小光圈会有暗角，这个镜头最大光圈 f2.8 就会有机灵鬼想着能不能拍下人像之类的。只能说契卡把最好的画质给了微距，也就意味着在最大光圈 f2.8 下的人像锐度一般能用，但与微距的鼠描锐度相比差得很远。但人像嘛，对很多人来说有没有妹子拍都是问题，何必在意是否太清晰呢，是吧？况且拍人像还可以拍细节的嘛。如果你想要用这颗镜头拍一些视频的话，由于采用了内变焦的设计，呼吸效应是没有控制的，这也算是一个小遗憾吧。 OK， 这颗契卡60毫米 f2.8 二代的分享就到这。如果大家想要入手一颗价格厚道画质超群的微距镜头作为自身镜头的补充，那契卡60毫米 f2.8 应该是为数不多值得推荐的镜头之一。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到这，这是我非常厚脸皮的跟契卡要了点福利，把这个全新上市的60毫米 f2.8 送给粉丝，但我的粉丝量还不够开启官方的抽奖模式，具体的抽奖方式看置顶评论区，这波要个一键三连不过分吧。最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对数码科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码进群聊聊天。很多朋友都是看了我那期契卡14毫米 f2.8 的视频认识了契卡这个品牌，并且购买了这颗镜头。我在契卡群里面观察了很久，很多用户的其他镜头都换了一轮又一轮，唯独把契卡14毫米 f2.8 留在手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有多么受到用户的喜爱。在那期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的评论说契卡是一家镜头代工厂，没啥技术的，又有人说契卡的镜头品质感很差。我只想说，代工就意味着没有技术吗？代工就意味着品质差吗？有多少中国的制造不也是从代工开始积累技术的，从而实现了技术的反超？或许很多人都不清楚，其实契卡在镜头行业里面已经做了近15年，很多市面上卖断货品质贼好的国产镜头其实都是契卡研发和制造出来的。以契卡14毫米 f2.8 这个镜头，他们从2019年开始研发，经历了疫情的大背景下，契卡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镜头制造出来，对于这种小厂来说有多难可想而知。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在年前契卡告诉我，他们的工程师听到大家对14这款镜头反馈的炫光问题后，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技术攻关，在过程中发现更换某些配件可以很大程度改善大光圈状态下的炫光表现，于是节后他们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才把大光圈状态下的炫光问题改善了，于是就有了后面14毫米 f2.8 炫光改善款的故事。而契卡60毫米 f2.8 可以 APS-C 画幅升级成全画幅，也是契卡工程师的持续研发的结果。虽然我的频道粉丝数量寥寥，但我还是很愿意尽绵薄之力把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大家。我只希望国产镜头的崛起真的能让我们用上更好的镜头。